头是吧？放开，我不跑，难道跟你们这些流氓讲道理吗？我不想跟你这个女司机废话，赶紧叫你老板下车，下车下车。车是我开的，不关我老板事，有什么事就我来。把这个推开。老板别下车。不下是吧？把车给我砸了。你还知道下车啊？啊？你不就想要钱吗？说吧，有多少？你开个这么好的车，我要你五万，不过分吧？搞个这么大的阵势，才要五万，未免也太少了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这台车的车险额快到期了，要不我打个电话给保险公司，说不定能赔你个十几万。行啊，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打交道，快去打吧。喂，交警队吗？有人碰瓷还勒索我。就在承担中心吧。对。喂，你打电话怎么打这么久啊？哎，大姐，有车来了。